请掀开经本，昨天讲到世尊放光现瑞人，这个十种光明云，我们讲到第五啊，大三昧光明云。那么现在我们从第六看起，第六是大吉祥光明云。吉祥在中国古时候是一种通用请安祝福之词。什么叫吉祥呢？古德说这是义利之词，意思就是我们应该得到的都能够圆满的得到，这是吉祥。不应该得到的你要得到了，那就是灾祸啊，所以说那是不义啊，不义。我们以财物来做比喻，不义之财啊，在佛法里面就是盗戒，那你不应该得来的。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你得到的话，这个罪过都很重啊。所以这个吉祥是应该得到的啊，你都能够圆满得到了。所以这是义利啊，义是应该。那么这一句就很明显的说，这是义利之等。在佛法里面，大菩提、大涅槃是我们应该要得到的。自信里面本具的智慧德能是我们应该要得到的如诸佛古地智慧功德无二无别我们懂得这个意思。即使自己我们是以凡夫来论，我们的性德没有开显，那么在这个世间可以说是不只是这一生，生生世世我们的福报都是修得的，不是称心的见了性，你自性里面智慧福报才能现前，那个福报那真的像泉水往外面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是称心的福报没有见性以前这个福报是修得的，修得的用得尽。这个地方我们举一个比喻大家好懂。这个信得的，譬如你自己有家产有家业你家里有金矿这个矿里面的储藏非常丰富你生生世世都用不尽可是现在这个金矿呢被土石掩埋了没有开采，你一分钱都没有，你吃饭呢要去打工你赚一点钱过一天生活，你家里虽然是有亿万家财你得不到受用我们自性里面的般若智慧功德财宝就像金矿一样没有开采所以现在很苦要在外头打零工那么这个福报呢是享得尽的
而且一定要如理如法去打工。如果投机取巧、为非作歹，那你就犯罪。犯罪不但你应该得到的得不到，你反而受到法律上的惩罚。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一定要明了，不是我们应该得到的，决定不能取。佛家这个道戒，这个道的意思就是不予取。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非分之财，你得到啊，是祸不是福啊，这一定要懂得。即使自己命里面有的财富，我们也要觉悟，自己在一生当中的生活受用实在讲很少，我们不要想到一生，想到一生很容易犯许许多多的过失。真正觉悟的人，他想什么呢？一天，我今天一天的受用，绝对不会想明天。想明天，你就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就错了。只想今天，没有明天。今天生活所需还有多余的，都肯布施给别人，有福啊，与一切众生共享啊！那你要问明天怎么办呢？明天会更多啊！怎么会更多呢？他在种福嘛，种福这个福报永远往外面增长嘛，它不会消失嘛。你看世间人，我们看到的，在全世界每一个地区都能够看得到。有财富的人，拼命在积蓄啊，拼命在增长自己的财富，对社会福利事业，看到贫苦的人一毛不拔。可是啊，过不了几年，他出了纰漏了，家破人亡，他的财产通通都消耗掉了，都散掉了。这种现象古今中外比比皆是啊！稍微留心一点，现在在这个世界越来越明显了。为什么不把多余的去修福呢？这个就是迷惑颠倒啊！我们说到吉祥啊，一定要懂得这个意思。信德我们暂且不论，在修德上知道自己怎样修，怎样修得大福利，这个经常要教给我们的。下面第七是大福德光明云，加上光明云三个字都是称心的。福德是做到，就是菩萨行里面从布施到禅定都是属于做到。由于布
师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的助缘，才能成就无漏的智慧啊。如果没有前面四种，纵然有智慧，智慧是有漏的。有漏的这个智慧，在佛法里面称为视之变丑，不是般若智慧啊。佛为什么特别着重在修福？你看我们这个受三皈的时候，皈依佛二祖尊，这个二就是佛慧，这两种啊，祖是圆满的，成了佛了，他的福德跟智慧啊，这两种都圆满了，在福德里面呢，没有人能够相比，所以称之为最尊最贵也。由此可知，佛绝不反对人修福啊，而且鼓励人修福。为什么呢？这个道啊，修道啊，是一桩相当不容易的事情。障道的因缘非常多，你修学正道障碍很多啊。福德能够保护正法，能够真正护持你。我们讲护法天龙鬼神来护你的话，他凭什么护你的话了？看到你有福有德，你要没有福德，不修福德，天天磕头作揖，人家也理都不理你，凭什么来护你法？你肯修布施，人家佩服你赞叹你，你肯持戒尊敬你，所以我们要求得诸佛护念，龙天永护，不是去天天给他磕头，天天求他巴结他谄媚他，办不到啊。只要自己认真依着佛陀教诲去做，不要去求他，不要去理他，自然护持。为什么？尊敬你，你在广大的群众当中，你与众不同啊，别人造业，你修福啊，是这么个道理。我们要明白，那么形式上，我们做成仪规，实实在在讲，是做给社会大众看的。用这种方式启发大众，让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觉悟啊，回头啊。所以这些仪式做的庄严隆重，道理在此地。社会大众没有见到的，我们这个仪式做的庄严隆重，鬼神看见了。那么由此可知，所有一切形式是普度一切众生而为的。那个是外表啊，表要有理，理是真修啊。内心清净平等觉，表现在外面六度万恒，成就真实广大的福报。
啊，福报能除障，能帮助我们开智慧，这个是世间谚语所谓的福至心灵。哎呀，这个人福报来了，哎呀，他特别聪明了。啊，平常看到笨笨的，福报现前呢，他忽然聪明了。这个话都有道理的。啊，修定是开慧主要的原因。啊，修福是助缘，帮助你开慧。啊，所以要福慧双修。下面一句，大功德光明云，这个功德跟福德了有差别。福德了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福报啊，福报可以与别人共享，功德就没法子。什么是功德呢？功是你修学的功夫，修学有功夫啊，你必定有收获啊。所以这个德跟得失的德一个意思啊，你一定有收获。比如持戒有功啊，这个戒修得很好。有功，禅定是德，因戒得定啊。这个戒修得再好，不能得令，功夫总是差一截。持戒持得很好，为什么不能得令？德讲得很好啊，自己修行得很好啊，用现代话来讲，值得骄傲啊，这就完了，值得骄傲就完了。你研究经典研究得不错，值得骄傲。讲台上讲经讲得不错，值得骄傲，这要傲就完了，功德就没有了。傲什么？烦恼啊！持戒持到最后啊，烦恼现前啊。所以慧能，六祖慧能大师讲得好啊，《坛经》上讲的：“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世间过。”你持戒要持到不见世间过，就得定。你那个持戒就变成功德了啊，持戒得定，那个持戒是功德，持戒不能得定，持戒是福德啊。所以持戒这个是两种，一个是功德，一个是福德，这叫因戒得定啊。那么修定呢也是如此，修定要开智慧了，这个定就变成功德了，那就有功了。修定而不能开智慧，这个定是世间禅定啊，修得再好，四禅八定啊，诸位要知道，四禅八定都没有开智慧啊，出不了三界。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修行之人呢，很容易起增上慢。这个增上慢，就是现在世间人所讲的值得骄傲啊，别的人不如我。
我比别人高一等。只要有这个念头生了，你的功德完全没有了。所以大功德了，能灭罪呀，能灭恶，能生善啊。功德是灭恶生善。如果修学恶还增长，善不能生，这就完全错误了啊！这个我们不能不懂的啊！所以佛家修行呢，这个纲领原则着重在修观。天台家讲三知三观啊，我们念佛也没有离开修观的原则，没离开呀。观是什么呢？观念。修观就是把我们过去种种错误的观念修正过来。这个叫修观了。那么在一般讲，修学有三个层次。宗门里面常讲，第一个是观照。什么叫观照？常常提醒一个觉的觉悟的观念，时时刻刻提醒，这是观照。观照功夫得力了，在我们净土中来讲，就是功夫成片。有这样的功夫，决定得生净土。为什么呢？念念能够不迷，念念提得起观照，在我们净土中就是佛号。这个心地才动念，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心里头起了念头了，念头呢不外乎善恶嘛，顺自己意思起了贪心了，不合自己的意思起了嗔恚了，会动这个念头啊。没有为顺的时候起无忌，这都不好啊。所以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它警觉性很高。念头一起阿弥陀佛，就立刻转到阿弥陀佛。这个在宗门里面讲啊，就是观照啊。就是观照的功夫啊。古德所谓是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念头起没有关系，要警觉得快。这个佛号立刻提起来，把这个念头换过来了。这是观照的功夫。观照功夫深了。深的时候自自然然的，这些妄想念头不起了，这功夫真能控得住了，不起了，这就是四意心不乱，这个在宗门叫照住，照住是得定了，禅定现前了，到最上乘的功夫照见。你看我们读心经，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那个照见呢，见是智慧开了，从定里都开会了，
在我们经中说，礼业心不乱了，那是照见了。啊，照见无蕴皆空，无蕴皆空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见到宇宙之间一切法真相，是无所有不可得。这两句话，佛在《大般若经》里面重复了几百遍了。所以你将六百卷《大般若》浏览一遍，其他的都记不得，都忘记了。这个印象可太深太深了。只要你记得这六个字，六百卷《大般若》的那个精髓呀，你就得到了。这世尊说法确实有它巧妙之处，重点总会让你记住。为什么这个无所有不可得呢？《金刚经》上说的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华严十定品里面那讲得更透彻。事实真相是刹那即也。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刹那即就是不生不灭。如果你真的透彻明白了契入这个境界，那就恭喜你啊。你了不起了。为什么呢？你证得无生法忍的果位了。无生法忍就是明了刹那即，一切法不生不灭，生灭同时。楞严经上讲的当处出生当处灭尽，就是刹那即。所以是无所有，所以是不可得嘛。这是事实真相啊。你以为有所有，以为有所得，这是妄想啊。十法界的众生，不要说六道了，都没有离开妄想。可见的妄想这一关很难突破啊。突破妄想这一关，你就脱离十法界了，你就入一真法界了。所以功德必须要修啊，福德也要修啊。福德着重在四相上，功德着重在心地上。再看第九句，大皈依光明云。这个地方讲皈依，是回归自信，叫大皈依。皈依三宝，实在是佛家讲皈依三宝，这个理论呢，就依据这一句啊。三宝第一个是佛宝，佛宝是自信觉，自信周遍法界，所以这个地方用光明云
来显示。凡夫迷失了自信，招来无量无边的灾难。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说，圆满的形象，心虽然没有相，能现一切相。所现的相是自性的相分，性相是一，决定不是二。我们把自性的性相比喻作一个身体，这个诸位就好懂啊，比作这个身体啊，身体里面有一部分是觉悟了，可是有一部分在迷惑啊。哪一部分在迷惑呢？不定啊。身体某个地方生了疮了，脓烂了，肿起来了，迷惑啊。这一部分众生在迷惑啊。这只手长疮烂掉了，这只手赶紧帮忙他，这一手是佛菩萨了，这手是众生啊，一体啊。众生不晓得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啊，妄想分别执着就是病毒啊，这自己一个地方长疮烂掉了啊，自己在受苦啊，众生受苦啊，佛受苦啊，众生得乐，佛得乐，一体。阿弥陀佛是谁呀？自性弥陀啊。毗卢遮那是谁呀？自性毗卢遮那，不是别人呢，正是自己呀。谁知道？所以给你说真的，你吓一跳，你这不相信，还毁谤佛，再造更重的罪业。所以很多真实话了，佛不讲啊，讲怕你害怕了。你不会相信，不能接受啊。如果我们果然醒悟过来了，虚空法界都是自己，你得大慈大悲，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任何物不爱护啊。那个爱心、关怀之心、帮助之心油然而生呢，分什么彼此呢？你恭敬我、赞叹我、爱护你、帮助你，你毁谤我、糟蹋我、侮辱我，还是爱护你，还是帮助你？为什么？你迷啊，我不迷啊。不迷的人知道是一体啊，迷的人是分自分他。就像身体上长病长疮一样，这一部分的细胞，它迷惑颠倒啊，它不能跟整个身体调和啊，跟大家不和，和就健康了，不和就出毛病了。诸佛如来赞叹释迦牟尼佛在无着卧室出现，教化刚强难化的众生。这一句话意思非常非常之深呐！这一批刚强难化众生，就像身体一个部分长了个脓泡一样啊，他跟大家不和。他在这里分彼此啊，他
他自己在受苦受难呢。啊，堕地狱变恶鬼呀，要受这些罪呀。本来没有的，本来不应该的，他一定要造作，一定要去受，什么发生的？这没办法了。佛能够帮助的，这是调教、开导、说明事实真相。我们自己要觉悟啊，一定要回头啊！回头是岸，这个归就是回头啊。依是依靠啊，要依靠信德啊，在此地用光明云来表，在华严经用大方广来表啊。华严经上讲的大方广就是此地讲的光明云啊。诸位要晓得这个一段十句啊，这个光明云呢含摄全部的华严经啊，华严经含摄全部的佛法，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所讲的无量无边的法门，十种光明云全部包含了，一法不漏啊。啊，我们要体会这个意思。归法，法是自信证。啊，自信证是什么？自信本具般若智慧。啊，自信觉是根本智，自信证是后得智，我们讲全智。啊，处世待人接物。我们要不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去其如，然后在生活、在工作、在处事待人接物之中付诸于实现的，你就其如佛的境界。入佛境界，自自然然呢，就超越十法界了吧？啊，六道轮回就不必讲了，超越十法界了。啊，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跟法身大士无二无别。啊，我们并没有真的法身。可是跟法身大士真的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大心凡夫啊。大心凡夫念佛往生，给诸位说决定生十报庄严土啊。四徒三辈九品，我们通通有份啊。善导大师讲得好啊，善导以前的古大德常说，这个上四品啊，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中上品，他以前的人说上四品都是菩萨往生的，凡夫没份呐。善导大师，这是阿弥陀佛再来的，他告诉我们九品往生呢，都在语言与语言不同，这个话说得好啊。我们是凡夫，遇到的语言殊胜，那我们就上品上生了。菩萨要没有遇到这个语言，他要往生可能还是中下品了。
在乎语言不同，不在别的，这个才叫平等法，符合经题上清净平等觉的教义。所以我们读经言教不能够空过了，不能白过了。我现在的时间比较是紧一点，同时讲四部经啊，此地是三部，到香港讲四十华严，我讲虽然落实在现前生活上，但是古大德这些著作我看，我很认真地看，我不一定依照他的讲，但是我所讲的呢，跟他们的意思一定能契合。照古人著子讲，现在人听不懂，没有办法接受，也做不到。我们要明白，真正明白经义，古人做的时候可以提供我们做参考，听听他怎么说法，再看看现代是什么个世界，现代众生呢是什么样的根基，他们病在哪里，他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得到经典的启示，古大德著书的启示，推陈出新呢，我们来帮助现代苦难的众生。今天解决这个社会问题，解决众生无量无边人为的灾难也好，自然的灾害也好，都是要从心理上做一个重大的转变，那就是一定要爱世人，把你爱护自己的一个心扩大，爱护一切众生，所有一切灾难都消除了，只知道自己没有别人，甚至于干一些损人利己之事，这是世间人讲的，迷惑颠倒人讲的，真正明白人看是什么呢，损人决定不利己，损人损己之事啊，这个诸位要知道啊，什么样才是真正利己呢，利人才是真正利己，利益社会呀，才是真正利益你的家族啊！世间人迷惑颠倒啊，不知道这个道理啊，不晓得事实真相啊！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是自己身体里面各个细胞啊，顾这一部分，忽略那一部分，那一部分会生病啊。你要全面都顾到啊，饮食起居、吸收营养，身体每一个部位都要达到。偏食。就会生病，某一部分营养吸收了，那一部分缺乏了，你就会四大不调了嘛，用这个比喻来比例这个世界就一样嘛，只顾我的国家，不顾别人国家，结果别人国家有难，我们也受连累。这个事实现在大家逐渐逐渐
看到了，但是不知道回头，不知道那个根本的原因在哪里。所以佛法首先把我们的心量脱开，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这才真正归一正。自信本具的真知真见，为我们处世待人接物一切生活的依据啊！第三呢，是归身，身是静的意思。身用现代的话来讲，社团团体，佛法四个人称为一众，众。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一个小团体，四个人以上啊，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工作，这就是叫一个小团体。这一个团体里面的分子，都能够修六合敬，就叫做僧团。所以叫僧众啊！人人修六合敬，人人心地清净圆满。这个僧团，天上人间，所有一切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的。为什么呢？它和合，和睦啊！我们中国古人也说“和为贵”啊，《论语》里面讲的“礼之用，和为贵”啊，和是最尊贵的。这重中尊，尊就是值得人尊敬，是一个很尊贵的团体。这个团体再大，人众再多，意见不合，那就不是僧团了，这个团体就不是人家所尊敬的。意见从哪里来的？意见都是妄想分别之处，都想想看，对不对？不是真的，自信里头本来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那么这个诗句里面意思很深，他以大圆满开端，以大赞叹结束，真是圆满到了极处啊！这当中八条。慈悲是我们发心依靠的，智慧是我们修行依，般若破一切迷惑颠倒，三昧除一切障碍，吉祥是毅力之德，福德是助道之德，功德是灭恶生善，三宝是真实的归依处啊！这个是信德
圆满的大纲，后面总结赞叹。啊，谁赞叹？对这些事理不明白、不清楚的人，他怎么能赞叹得出来？啊，有能力赞叹的，有资格赞叹的，诸佛如来，他们彻底明白了。啊，所以诸佛如来赞叹了，赞叹你的成就，赞叹你真的回头了。啊，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知道，生佛本来不二啊。所以诸佛如来礼敬众生，只有众生瞧不起佛菩萨，没看在眼里啊，毁谤佛菩萨，不信佛菩萨啊，污蔑佛菩萨，佛菩萨绝不因此而远离众生，还是永远在那里关怀，永远是爱护。啊，佛没有离开众生，众生背离了佛菩萨，这是事实真相啊！啊，我们今天学佛要学佛菩萨，学佛菩萨的用心，学佛菩萨的行持。不能去学众生了，学众生我们就又要搞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搞了无量劫了，苦不堪言，还要继续去搞吗？啊，过去没有遇到大乘经，这是障难，没有觉悟的缘，没有回头的缘，今天遇到了啊，真正是无量界稀有因缘啊，遇到之后啊要珍惜，要从此回头，不再造轮回业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依教奉行，啊，老实念佛，这才好啊！下面这一段，放如是等不可说光明云已，这一句是总结。前面这一段呢，世尊是放光，显示自己所证的离体，啊，也就是显示出圆满的性德，啊，佛有，众生也有。放光显瑞，实在说只有化身大士才明了啊！一见到之后啊，世尊设方一切诸佛如来所设的圆满法轮，刹那之间圆满接受啊，化身大士心啊，
设法界的众生看到稀有，看到欢喜赞叹，莫名其妙啊。那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懂啊。那怎么？他说啊。那不说，我们怎么会懂呢？所以又出种种微妙之音。那么由此可知，放光现瑞度上上根人啊，这个出微妙之音呢，度中下根人啊，中下根人这个看到光，他不能够明白这个里面的含义啊，必须要求佛来说法啊。那么这个地方说出种种微妙之音，诸位要记住，对我们娑婆世界众生说的啊。这个世界文殊菩萨讲得好啊，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